老铁们，这一都是我想象中的国产004核动力和航空母舰。这个模型呢做了很久，最近也快做完了。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各方面的一些功能。这边是开关，这边呢是电磁弹射系统，我给大家操作一下看看啊。然后飞机放在这儿，这边是升降机，这个也是可以升降，两个都可以升降。这边是船锚啊，船锚可以，有喜欢手工的可以关注我一下啊，我们一起交流学习，感谢大家支持关注。